要出代理票，请往前方这边来。明星的，明星的话，你等一下往那边好吗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这边告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他神经不稳。不要到明星的，先到这里。Thank you.
张信妙，我这里要紧张哦。啊，你神尊后面，神尊还在前面，这样你会看不到神尊。啊，你到后面给我们啊，这样这样，哦这样哦。来，欢迎我们淡水福佑宫天上信妙。来，欢迎我们家人平安桥天上信妙，你有用吗？起来，各位，大家要会掌控神尊哈。来，有首先将我来，再欢迎方格战魂星。来，不要他拿刀，拿刀好，不要拿刀好来。再过来，来当武器，阿力，阿力，来啊，长官。大家帮忙去，来，这个是难度的。前面等黄明关系来。来，欢迎大南顺南宫天上信庙，不叫人动的啦吼。哦，摆下位拢袂稳吼。哦，啊，你后面排些几招吼，要挡住马祖吼。这个神尊是进南宫，进南宫。南宫啊，进南宫。好，那好，好。大家叫名字哈，叫名字来。来，再欢迎台北天后宫天上圣庙。好，后面那几排的高台看得到我们神尊，哦，我们地方的名字哈。欢迎，欢迎在座各位观众，加油！来，你排下给你。好，欢迎后面，来，别动，别动。来，欢迎我们玻璃军，从浙江天上进入。在座哪位？在你前面，你后面别动。哦，将神尊才会挡到哈。神尊，神尊。来，都请等一下你在他的后面，他们拿刀，这样神尊才会挡煞，然后可以看到你的漂亮啊，前面可以，啊对对，来我们来欢迎金蛋红天将天将进庙来听话，来这边，来再接下去啊，谢谢，来再来欢迎大发关守将天将进庙。来，这一下一下，这一下来。来，我们这里吧。欢迎的金宝林，欢迎五方天将进庙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上座啊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欢迎来大家进南疆，天中进庙，南门南天中，天中进庙，我们祝你圣万红旗。来，慢走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。喂，来。大家。
现在已经移到这一列，我也感觉怎么那么忙啊？所有的里长，由我们的行政长，还有公安，还有秘书长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庙的主委吼，咱乡里的主委、公司主委吼，啊，所率领团队制作的咱的进行天灯。啊，所以呢，看今麦大家进来去一下天灯，趁现在看一下这个天灯的这个美感哦。啊，今麦咱非常荣幸哦，这个2021哦，我台湾方式文化这个哦，轮接到咱的这个十分了新人奖，我来做。这个天灯呢，是由我们的这个的福星宫、花莲圣安宫、斗六新兴宫、木人董事长哦，共同一起的。好、哦，来我们的，在我们的副市长呢，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盏的主灯，板桥慈惠宫。来，大家聊好未？好、哦，爱说一下，好、哦，爱说一下，好、哦，爱向着妈祖报对吧？哦。来，待会邀请大家，我们天灯在释放的同时，也请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呢，一起用掌声哦，来恭送我们这一盏天灯，然后呢，带着大家满满的祈愿呢，一起升。一起上天哦！好，来准备现场倒数十秒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还没准备好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呜！祈愿北台妈祖文化节全台26间参赞供庙、天上圣庙、神威献祭、香火点心、供母神恩、供仪应果、合掌灵顶、所求如意、万事大吉祥，掌声鼓励！呢？哦，今天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凝聚了全台湾26间宫庙的妈祖呢，哦，来到这里，当然也要祭出我们平溪的特色哦，用天灯哦来祈福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呢，哈、哦，来请工作人员安排下一盏的天灯，准备来释放。关省城隍庙的主委，现在我们许那种疫情早日消除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，哎，要许愿，赶快趁现在哈、哦，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。好，大家站好哦，先转一圈，趁现在我们共同来凝聚哦。我们希望这次的疫情可以早日消除，让我们台湾境内呢大家都平平安安，而且呢身体健康哦。更重要的是，哦，来准备倒数了是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倒数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释放天灯，掌声鼓励。希望我们的疫情可以像这个天灯一样就被带走了，好，让大家今年呢，哦，所有的活动、所有的作息一切正常，在我们全台26间妈祖的这个赐福之下，哦，把这样的一个神威，哦，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可以守护着我们台湾，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准备释放第三盏的天灯了哈。好，这一盏天灯呢，是由金包里慈务宫的哦，这个天灯。我们也欢迎我们金包里慈务宫的游董事长哦，来莅临我们的天灯旁边哈，来准备来释放。哦，妈祖呢威灵显赫，可以让所有的这些哦龙凤善信呢共沐神恩哦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掌声鼓励！我希望今天呢有鼓掌的，有来看到这个盛况的，大家回去都很健康了哈。啊，不过在这边呢，也要呢呼吁大家，现在疫情加重的期间呢，我们还是呢要呢记得口罩不离身哦，随时要戴着哦，除非饮食啊、哦。再度哈、哦，这个转圈圈哦，我们来恭送我们这一盏金包里慈务宫的天灯哈、哦，来大家呢赶快趁现在把你的希望哈、哦、愿望来祈愿哈、哦，来共同倒数10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哇，帅啊！掌声鼓励！
哦，咱的扶助的哦，为着要天灯顺利升空，用了足侪力的哦，差点滚倒安尼，扶助也太认真了啦。哎呦，太水了，太水了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继续后面还有几盏天灯要来释放，所以今天各位呢，哦，摄影大哥呢，哦，绝对呢都有好的画面可以呈现。请各位贵宾呢来继续哈，来这个执掌我们的天灯，准备呢来恭迎啊天灯起飞。哦，准备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倒数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来来来，哦哦哦！哇，掌声鼓励！大家知道咱胡主委嘛是放天灯的好手啊，哎。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来，掌声鼓励！是哦，是哦，祈求妈祖无生危险天，然后庇佑大家哦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来释放天灯。哎，哦，很难得哦，请到我们的廖湘林廖老师哦，一起呢来释放天灯哦。那么感谢咱的幽宫哦，咱的竹北天后宫、小基隆福神宫哦。啊，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小基隆福神宫，也就是我们台北台妈祖化解的创始宫庙了哈。最早呢，哦，北台妈祖化解呢，就是由这个小基隆呢，哦，这个福神宫呢，哦，这个金面二妈要回娘家，阿姨熬到处伫倒位咧，就是来咱的台北府城过去的228纪念公园内面。较早迄边有一个清代的这个古天后宫，哦，清代的台北府天后宫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的哦金面二妈的娘家。后来因为日本时期流落到了小基隆，到三芝的福神宫去了哦，对，所以呢，才有了后面的这一些要回娘家的历程。来，现在呢，邀请我们贵宾，好，一起呢来执掌天灯，准备来释放。来，大家一起倒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。喂，哦，掌声鼓励。睡哦，睡哦。感谢哦，感谢咱廖大师哦。睡哦，好，来，我们邀请贵宾呢来共同释放天灯。好，下一盏天灯也请准备哈。好，来，好，大家一起倒数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这里有较紧哦。哦，照刚刚飞咧。虾米？虾米啦？伙伴们，好，来一起合照。来，我们看前面。听说7:50。来，还有哪边？来，手机。站不站？来，妈站不站不站？我发财嘛！哇，水哦。好。
主委讲啊，大赚钱啊，有无？哦，身体也健康哦，唔通加班哦，这较重要哦。不加班啦。好，来啊，啊，什么物件？啊，股票400块。哎，今摆会当买是无？啊，今摆买400，今日今日大听到吼，金哎，建设金密吼，要起400，今日去买。哎，对，买着赚着，咱今摆今日吼，紧入场。来，哎，拍好了吗？啊，哎，来宾，会使未？哎呦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呜！哦，我票气哦，发财哦！哎呦，希望呢，那个他的股票下礼拜就可以像这天灯一样一直冲了哈、哦。感谢建设精密工业的伙伴，谢谢。我们播起了吗？都拍了哈、哦，好，等天灯哈、哦，来啊，当然啦，这个呢，天灯因为呢是孔明发明的，所以叫孔明灯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的先民哈、哦、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以前。在平溪这里的先民呢，都是从这个福建惠安跟福建安溪来的哦。那因为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们开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山匪、山贼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在呢秋收之后就躲到山里面来哦，就是为了怕被人家抢劫嘛。那这一名呢，来准备要释放天灯哦。好，来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释放天灯，欢迎掌声鼓励。来，后礼拜起200点哦。是哦，是哦。哦，这条有冲啊较紧哦。哦，这只冲很快哦，这只。啊、哦，大家都赚钱哦。啊，身体要健康来。咱的主委一直提醒讲身体要健康啊！好，来拍好了吼、哦，嘿，咱主委较烦恼讲吼，身体无健康啊，身体若无健康，可能生理就无都顺利啦吼、哦。但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够有好的事业嘛吼、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祈求吼、哦，祈求咱妈祖保佑，会当保庇大家身体健康吼、哦，因为身体才是咱的这个万事之本安尼吼。哦好、哦、哟，准备啊吼！由嘉禾新哦，这个有限公司的兼董事长哦，率领的全体员工啊，一起呢，我、哦、来释放这盏天灯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释放天灯！呜！好哟，来哟，来哟，出嘞，出嘞，出嘞！掌声鼓励！哦，哎呦呀！好，来来哦，来第四颗天灯啊、哦，来。天灯能够缓缓的升起，好，来，我想在升起的当中呢，我们就先来邀请我们第一位出场的歌星，安排好听的歌曲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掌声！恭喜天灯！谢谢！哇哦！呜！对，大家可以尖叫起来，尖叫声！呜！对，好嘛！来，我们欢迎小曼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掌声欢迎！谢谢我们的台湾朋友、亚洲朋友刚来，就是。圣天公永帝哈，永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是的，啊，老师也是咱的发光小天宫。
嘞，今麦所来哦，这是咱的放杠吊田中哦，咱的这田中哦，准备吼、哦、要来成功吼、哦，嘛非常感谢咱放吊田中的这个吼张干事委员吼，咱、哦、在现场哦，咱的何总理哦，何董事长哦，在那现场。我的何忠林总干事哦，感谢哦，率领咱的新竹林员来到现场哦。好，那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。Thank you.
再两分钟。